and start.闹市发生私家车撞向人群，至今已造成五死十八伤。警方证实涉案司机为省市公司主席廖国能。现场有市民拍到廖国能以高速撞向横过马路的途人，之后再撞向迎头的旅游巴士先至停低。出事后，廖国能以一把戒刀割向自己颈部大动脉自杀，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有消息指，事发前曾有匿名人士与警方联络，预告上址将有事发生。今次是继本月初大埔重型货车撞人事件之后第二宗严重车祸，两宗车祸同样有匿名人士曾与警方联络。
鬼喺边？我啱睇开新闻啊，真系俾你估中晒。如果可以早啲破解到档案嘅话，就唔会死咁多人。咁老细，我哋攞住啲数据，而家点做好啊？我想自己查落去。大单嘢太大单啦，我哋 hack 到嘅唔系普通料，可能系特工集团嘅料啊！保住啲档案。喂，喂。上咗东九龙走廊。O K。有两架可疑车辆追住他嘅。阿涛，到位。叫过来，可疑车辆在后方追紧上嚟。听我讲，我数一二三，我哋一齐跳出去。一。你玩我啊你？唔系讲咗一二三先跳咩？你知唔知你针落嚟啊？真系好有型。嗌咗你 book 个直升机噶啦，可以型啲噶嘛？你估你真系 Tom Cruise 啊？你又够起势咁扮福山雅治啦吓！姚可儿，独立记者，记者只系你用嚟掩饰身份啫。你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修读电机工程同埋资讯科学系，亦都系一个新冒起嘅知名黑客，擅长编写恶意程式。2016年，你被美国警方拘捕，同年美国国安局反正用你。撤销晒你所有控罪。我哋亦都查到喺闹市车撞人事件发生之前，你喺湾仔一间 coffee shop 上网通知警方嗰度将会有事发生。你明知嗰度咁多天眼都要咁做，即系你都唔想见到人死。既然大家立场一致，点解唔合作？如果你有证据扣留我嘅话，咪扣留我。咁唔使啦，你出去签个名就走得啦。警方会向各大传媒公布你离开差馆嘅消息。就咁行出去，我死梗啦！残废都有可能嘅，捉你嗰班人都唔嘢少，你请保镖都冇用。Good luck， 阿 Sir， 大约半个月前啦，我想写一篇关于人口贩运嘅报道，于是我用我嘅方法 hack 咗入一个外国嘅大型数据库，点知俾对方发现咗，所以我只系下载到佢哋部分档案。对方开始攻击我哋，防护系统30秒后失效。而且呢啲档案大部分都有加密，破解咗之后，我就发现似乎系有人想喺大埔同闹市两个地方搞事。我相信佢哋咁做系有警察包庇。你凭咩咁讲？因为喺我 hack 到嘅档案入面，我发现一条纪录片同埋一啲文字资料。啲资料系用英文写嘅，同啲纪录片一样，内容都系唔完整。但凭呢啲资料，我已经可以推断，外国存在一个地下集团。呢个集团专门掳拐儿童，仲长期训练佢哋成为特工。估计呢啲特工已经大量渗入喺全世界嘅警队入面。点啊，姐？我哋 stop。
会接手单 case。阿都，停停。Grace， 请咪。S 得上 handover 单 case， 程序上系要助理处长通知。助理处长翻嚟。咁不如等埋佢翻嚟先啦。唔好意思，我哋要继续。唔得，佢牵涉咗两单大型嘅袭击，单 case 归我哋管。阿井，呢个女仔啱先开口讲几句嘢，如果而家你咁 stop， 我哋前功尽废啦。John， 将所有嘢带走，确保全部嘢保密。Yes, sir. Sorry. 个女仔头先话警队里边渗入咗好多黑警，我谂紧应该防范边个嘅咧？你就行入嚟咯，我咪应该防范埋你咧？你唔系警察咩？程涛 ，CIB， 六年前做过卧底，归队之后做嘢好差界。我需唔需要防范埋佢？我唔否定你嘅怀疑，但边个系黑警？点知？警长，你同佢讲咩？根据警务程序，一切有关案情嘅资料，我只能报告上级。SW 接受单 case， 我哋等紧大 Sir。Yes sir。而家俾你搞散晒，我哋要休息下，食唔食宵夜？你记得我讲过啲咩？咁佢讲过啲咩？啲无谓嘢。咁嘅态度嘅，你第一日识佢咩？不嬲都黑口黑面噶啦，而且家转咗 S W 敏感部。啱嘅，系啫，你话晒都系佢师傅啊嘛。我哋提都冇再提呢嘢，年前嘅事嚟噶啦。人哋而家身居要职啊。喂，我唔系噶，我 old school 噶，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Thank you。所以我希望你每日见到我咧，都斟杯茶，跪低叩个响，求其声师傅，咁就啱数。好，垫埋酒，上柱香添。想捉姚可儿嘅人，有咩特征啊？睇佢身手應該係受過專業嘅軍事訓練。咁鬧市車撞人案有冇 update？ 根據專責小組嘅判斷，廖國能可能有黑材料俾疑似恐怖分子掌握。佢為咗保住屋企人，所以先係犯案。但廖國能嘅企業生意包括咗金融同埋借貸，佢客多數都係歐洲客嚟嘅，所以呢次出事之後，公司連同歐洲好多 partner 股票都全線下跌。有人想利用襲擊事件影響金融經濟，我哋要立即通知國際刑警。我建议联络缅甸警方，攞翻姚可儿所提及嘅 hard disk 翻嚟，因为里边嘅资料牵涉到疑似恐怖分子所有嘅部署，亦都影响到其他国家嘅安全。我同意，我都同意。好，我联络缅甸警方。井 Sir， 尽快安排安全屋俾姚可儿。Yes Sir。就呢单 case， 唔可以再多一个知情人，一个都唔可以。Yes Sir。上你单 case，sorry， 你讲。上你单 case， 唔好意思，我傻啦，系归你部门管噶嘛。头先你想讲咩？冇嘢唔重要，无谓嘢，嚟接住。越长就越靓噶。喂，你时间差埋啲乜嘢？
手爛錶嚟就當係禮物，你都算係舊老友啊！我部位電腦成晚至 bit 到翻嚟，你唔要攞翻翻嚟？我唔嫌你爛錶，你就幫我攣緊㗎啦。本身你幾廿歲人，硬係中意細路仔嘢嘅啫。喂，啲赤子之心你係冇嘅喎。我總唔相信你會帶出嚟。我真係唔會帶過呢啲咁嘅嘢，一定收埋喺籠底，廿零後拎翻出嚟炒啊嘛。喂，姐，生日快樂 ！Thank you。頭先呢排都想提你噶啦，唔使你睇，我記得。Thank you。影相過嚟影相啊 ！OK。喂，等我一陣影幅相先。我唔阻你，生日快樂，我走先。喂，影幅相都唔等我，我同你幾耐冇飲過？個女仔頭先話警隊裏邊滲入咗好多黑警，我諗緊應該防範邊個嘅咧？你就行入嚟咯，我咪應該防範埋你。破解咗之後，我就發現似乎係有人想喺大埔同鬧市兩個地方搞事。我相信佢哋咁做係有警察包庇。但係憑呢啲資料，我已經可以推斷外國存在一個地下集團。呢個集團專門老拐兒童，正長期訓練佢哋成為特工。这个集团专门老拐儿童，中长期训练他们成为特工。估计这些特工已经大量渗入在全世界的警队入面。Ching Ching always loves to eat the ice cream every day. What do you think, sir? 早晨。早晨。晴晴啊，如果想吃雪糕咧，我喺爸爸厅知唔知啊？知。食咩味想食？我想食榴莲同埋朱古力。哇，咁贪心啊！拜拜，爸爸。拜拜啦，拜。Sir, you come back and have dinner tonight. 井 Sir， 我同缅甸警方沟通好啦，一个钟头之后你就喺缅甸参与行动。行动目标系将姚可儿喺度嘅档案资料攞翻嚟。为咗避免有内鬼，其实行动本来唔应该太多人参与。但我考虑到 backup 嘅问题，决定揾几个人帮你手，希望你冇意见。我相信处长你嘅安排，带佢哋入嚟。处长 ，Sir，Sir。井 Sir， 请 Sir， 你哋喺缅甸，当地嘅精锐部队会接应你哋。叶 Sir， 你坐镇 CIB， 负责监察行动，无间断支援佢哋。Yes, sir。系咪好低端啊？唔系啊，我细个都有玩。我哋呢代人都系玩呢啲啦，唔使成日对住部手机，玩得多仲有感情添。
其实你认唔认得我？两年前在粉岭的反恐训练，我跟过你。唔认得？唔知你。可能我职业病啦。CIB 解卧底的首要条件就是认人能力。我都做了几年卧底。你一啲都唔似啊！我未个卧底唔外露，越系扮嘢掩饰，但偏偏就露出马脚。外露都可以系故意嘅。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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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冇晒信号，方松你都冇晒声。阿涛，阿涛听唔听到 ？Man down, man down, man down！ 阿正讲嘢，收复好未？收复好未？画面仲未收复到，弹条箱可以收翻。好，听唔听到而家啲环境？有杀手伏击，我哋而家追紧个杀手，要攞翻个 hard disk。六区嘅位置，画面仲未稳定到。阿庄到咗未？攞到 hard disk， 攞到 hard disk。
走啊！他们还没上机，火力太猛，架机就定住，要求指令。大庄撤退，啲水边咩都冇嘅。有人伏击 ，CIB 通讯系统出现问题，好有可能。我哋有内鬼，对行动知情嘅人，连埋我哋房入边，总共十五人。嗱，除此之外，大家有冇谂过姚可儿本身啊？点解杀手系都要保住佢条命，仲要捉走佢咧？既然妙觉能系俾人要挟嘅，姚可儿都有可能俾人要挟住。大胆推测，姚可儿有冇可能系恐怖分子？叶 Sir， 你点睇？我觉得乜都有可能。咁包唔包括未揾得翻嘅程涛？他都值得被怀疑。缅甸已经清理现场，但仍然找不到他。最重要的是他最后接触过的 hard disk。
我想我跟不到大家的节奏。我就在这里担心我伙计的安危，而你们一直怀疑他是有问题。我真的想不明白一个人的性命安危你们不理，是不是因为你们急于为了这件事找我解释？当然我失职了，程涛跟了我好多年，是我好兄弟，我不会怀疑他。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情报显示程涛可能是黑警，我保他。去安全屋。Yes sir。听到。点啊？阿涛而家喺咩小所啊？缅甸警方而家查紧，我都有等报告。你同阿张一齐翻嚟，点解唔留一个人喺度等消息啊？系人命嚟噶。你知系人命嚟嘅咩？咁你下令撤退？阿涛嘅失踪系间接造成。我一定要找回他，我要让那班友知道他不是黑警。阿涛又回头救我，他怎会是黑警？我留在缅甸没用，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姚可儿，信我。井 Sir 到了。为什么个黑啲成吉的？是不是所有都是你自己作出来？你说什么啊？我们在缅甸死了很多人。你仲讲真话？阿彪呢？死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跟恐怖分子有什麼關係？你是要全香港人跟你一起陪葬？要死了，我什麼都不會再說。現在懷疑你被假口供，還有跟兩宗恐怖襲擊有關，要正式拘捕你。冇错，嗰被吃走嘅档案要当作永久泄漏。不过我哋香港特工已经确定，个黑客对我哋特工嘅名单一无所知，对我哋全球行动嘅细节同时间表只系掌握有限。This hacker had shut down the entire data system. We won't be able to execute any plan unless the system is unlocked. All of our efforts over these years will just go down the drain. Don't.You should really know that the aftermath of this will indeed be terrible if this incident is not reversed immediately. Grasp your time. Dong 先生，总部回复用晒所有方法都解唔到锁，一定要捉到黑客。缅甸行动攞唔到我想要嘅嘢。个 hard disk 喺我手，
头车400米后改转去。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既贪钱又正义的警察，很难想想不定。好在直至姚可儿的出现，我终于找到答案，不出卖正义都只不过是未到家。你不要跟我说废话，姚可儿在你手上，交出来。我跟你说了，我选了钱嘛，条女儿现在肉身市场值多少钱你知道的。我俾个机会你同我合作，将来我仲可以帮你求证。段片系我头先拍到，你助手中枪嘅时候，你喺佢身边，点解啲枪手净系打佢唔打你？会唔会班人系你派嚟噶？仲扮好警察，攰唔攰啲啊？
翻啲啦，我谂佢唔适应呢度啲水啊。嗯，其实点解我哋要搬嚟呢度啫 ？B B 好难适应啊。老公啊，无论咩原因都好啦，我都会支持你嘅。嗯，好啦，等你翻嚟先再讲啦。阿妈。凄凉嘅，唔好喊啦！总部唔系唔俾你结婚生仔，但你唔可以违反制度一走了之噶嘛？两个你拣一个啦。董事长，我又唔敢。教过你，你有关心的人，结果会更惨，你睇到啦吓。老婆，过多五年啦，五年后总部会俾你自由。井上喎，系咩？总部搞过你，你有关心嘅人，结果会更惨，你睇到啦吓。其实你认唔认得我？两年前在粉岭反恐训练，我跟过你。不认得。饮啖水，要收就收，唔使嘥时间。2013年，你做咗独立记者，去咗菲律宾嘅红灯区做深度采访，一去就去咗3年。2017年，你喺整个新闻圈度消失咗，直到最近先活跃翻。你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一个 MIT 高材生走去做记者，是想藉着记者的背景去一些特殊的地方找人。很可惜，当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人的时候，他已经不幸离世。
惨，佢死得好惨，因为你哋捉走我妹妹，佢从入边逃走出嚟嘅时候，你哋送我去卖油。就算杀死我，我都唔会帮你哋解锁噶。程涛佢唔系坏人嚟噶，佢一直都系听我命令做嘢。喺缅甸，为咗保住你嘅 hard disk， 所以佢扮失踪。攞到 hard disk， 攞到 hard disk。Hard disk 喺我手 ，good job。佢捉你嚟呢度，亦都系听我命令保护你。佢其实系隶属香港警队一个专门打击恐怖分子嘅神秘部队 ，IFF。隱形戰線部隊，因為要高度保密，所以 IFF 在警隊常規編制以外，他們是直接向我報告的。既然要高度保密，那為什麼要告訴我？我想請你一起打擊恐怖分子，我想知道他們一直要捉你的原因。因为我锁住咗佢哋嘅电脑系统，当时我唔够时间下载所有档案，所以灵机一触，我 send 咗个病毒俾佢哋。病毒嘅功能就系瘫痪佢哋嘅电脑系统，同埋唔可以再进行任何操作，亦即系话佢哋唔可以再打开佢哋数据中心嘅任何嘢。而唯一嘅解锁方法就系我嘅红网。入面有大批警员仍然在度搜证紧。至于为何被拐走，且仲有人案嘅关键证人。放心，我哋已经接出你个女啦。唔该啊。知唔知有人放风话姚可儿喺佢手上送咩卖家？唔知。连嗰个 hard disk 都喺佢哋手上。咩人？我哋估计嗰个系缅甸失踪嘅差佬，即系你嘅旧拍档。佢系 CIB 嘅人，唔系我旧拍档。摸清楚佢嘅底，用你嘅身份约佢出嚟。明白。等我消息。井俊贤穿窗逃走，留下的血液样本经过 DNA 鉴定，证实井俊贤就是你小时候的朋友恩仔。恩仔，恩仔，我的就真是你的，你的就真是我的。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查探你失踪朋友的消息，不断提供神秘集团的情报给我们。为什么？我敢肯定，我朋友当年就是被这个神秘集团掳走，他是无辜的。如果小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救了我，今天的我就是贼。Sir， 今天你终于等到个机会，警队准备成立一个新的部队，希望你透过他可以找回你的朋友。Sir， 严格来讲他都是受害人，可不可以在行动之前给我跟他谈几句？他小个的时候的而且确是受害人，但是到了今时今日，你已经没办法估计他变成怎样。你对他心软，他会不会都是一样？ Sir， 他是有些东西，在缅甸他帮我挡过枪，还有他向我开过两枪，都是故意射实，他不知道是空弹，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我。 OK， 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梁 Sir 就会带队攻入去。Yes, sir. Thank you, sir. 记住听实指令啊。
仲有冇玩啊？姚可儿 ，Hot Dish， 开咗价。我记得细个嗰阵，我同你喺孤儿院揾楼计师好叻，仲好爆艳添。啲老师好憎我哋，但又知道我哋好叻仔，搞到佢哋成日好矛盾。我冇咩耐性。呢份系你细个嘅时候嘅档案。其实我同你分开咗咁多年，好多嘢我已经好模糊。我净系记得你好开心嘅时候笑嗰个样。原来系你旧朋友，听语气佢几想同你追究啊！你一时又话钱可够，而家又同我玩追究，你谂清楚先同我讲。冇时间，恩仔。俾个机会我帮翻你，开价。请 Sir， 你 CIB 阿头嚟咗。见翻你两个出现，我真系好开心。等我仲日日夜夜以往害咗你点做？见到你齐齐整整完好无缺，我真系放心。点啊，郑？等我仲担心你俾恐怖分子捉咗添。原来你两个自己走咗转啊？嗯？点啊？咁开心嘅嘢，咩可以分享下嘅？你想知道嘅嘢，我会答你。但系你首先，一口声声叫我做师傅啊，加你个仙人，知道嘅嘢仲比我多喎。你有个师傅，我仲认唔认你啊？阿郑，知唔知好多人喺你背后？讲好多嘢俾我听，但我一样都系咁撑你。你估我有冇怀疑过你两个啦？冇，系冇，因为你两个系我教出嚟。如果连你两个都怀疑，我觉得我做人会好失败。但系事实证明。我真系几失败。A 出口有可疑人物 ，C 出口有三个可疑身影。All team regroup。如果大家冇嘢讲噶，嗌队 team call 埋 Bang 弟出嚟，同你洗尘庆祝下。唔使啦，你走。我叫你走啊！系时候送佢上路啊！叫成成嘅怼冧佢。对冧佢，你知咗事，话佢知。如果佢敢喐手嘅，随时同佢交易。
啊！你系咪做紧嘢？在西班牙進行交易，請 Sir 會以賣家的身份交出姚可兒。當地的反恐特別行動小組將會支援我們，我們會分成三組人，第一組會是請 Sir、Johnson 和馬超，第二組會是攻擊隊和追擊手隊，第三組會是技術支援隊和醫治隊。兩 Sir， 在昨晚時間1900個保姆抱住鄭俊賢的女兒跟著兩名男子離開，應該仍然在香港的。繼續找，我要正確位置。 Yes Sir。搞清楚程度的动机，但我觉得他应该和香港警队仍然有关联，所以你绝对不可以轻评。是董生说啊，都已经5年，我和我女儿几时可以走？你还大胆提出来，我们帮你上到警司这个位置，花了这么多心血在你身上，你这么久以来你贡献我什么？而家连身份都串埋，总部都冇谂过要放弃你，仲帮你重新嚟过。你又唔谂下，咁又会浪费总部几多嘅资源同时间。你明嘅，又唔好再提丑呢个字。你两父女仲要唔要总部俾嘅恩赐啊？要，咁咪好咯。菲律賓特產是我童年回憶嚟嘅，食粒糖，糖分可以令人放鬆。多謝你今次肯冒險幫我哋。應該係喎，我等呢日等咗好耐。如果你有猶豫，現在還來得及的。放心吧，我相信我妹妹一定會保佑我，我都做好心理準備。嗯，
Mr. Dong, we've got the location. Target's locked.准备好未？到咗。OK， 喺嗰边等通知。两个目标三点方向，十点方向。董先生，去到啦。随时开始。俾住一半钱你先。你哋杀咗我个好朋友，令到我好唔开心。而家个雕变咗，要加埋你条命。对不住，我帮你唔到。天文，将另一部电话交俾佢。讲啊，你有咩资格同我嘅人算账？我冇资格，我而家掟低个电话，拖条牛翻嚟骑下，至再同你倾都仲得。同我玩好，我即管同你玩下。你唔交姚可儿出嚟。冇问题啊，我就揾香港人埋单。我最中意就系玩死亡游戏啦。除咗呢个，仲有三个会喺收工嘅繁忙时间一齐爆炸，轰轰轰！点睇啊？如果你唔系代表香港警察嘅话，咁应该对你冇咩影响啊？睇嚟。你好似仲有好多把戏咁，冇错，我可以宣布交易取消。志文、阿姐，走。好啊，转头唔好怪我、啊。你以为你喺隧道入边换人就神不知鬼不觉？你呃我唔到嘅。Target's locked. You 根本冇资格同我交易，因为凭我嘅本事已经解决所有嘅问题。System unlocked. Restoring. 喂，如果你想跪我嘅话，而家仲嚟得切嘅。
attacking our system at ultra high speed. 撤离地点喺你十二点方向800米以外。又是你话取消嘅，而家又想继续啊？你以为你真系掳走咗姚可儿咩？司添，准备好未？到咗。OK， 向嗰边等通知。真嘅姚可儿喺度参观紧你嘅秘密。乜你冇发现头先喺你嘅电脑画面度闪咗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换上了我们预先拍好的画面。我想你班杀手应该没命玩压轴游戏。仲不明白啊？即是当你以为收到红魔解锁的时候，其实只是另一款电脑病毒。警察，我知道那三个炸弹的位置，我有机会追踪到他们基地的位置。Armor integrity 15%. Evacuate. Evacuate. CTRU
要毁系统。
你个女儿没事。妹妹唔使惊，我系警察，过嚟讲不妥啊！咁多年嚟，我只为你做咗呢件事，你就帮我顶咗30年。如果当初唔系你翻转头救翻我，俾人捉嗰个就系我。你咁多年嚟，你系点过？你系点过？要救你兄弟嘅咩？
孤独的人在回忆里入座，沿途漂泊，像故事的段落。某一句誓言被时光藏匿了，多年后凝结成。三个月前，国际刑警分别在西班牙和菲律宾倒破多个童兵训练营，被救出的小童目前被安置在当地的临时孤儿院。人失去的，当欠了该还的；人失散的，就挨个的起锁。我爱过遗憾，此生才无憾了，曾你的挂念是沉默。但愿你我别再问为什么，风吹云散来的也去的，谁攒得头晕过。但愿你我能如约的快乐，才不辜负相遇多难得。时光好似列车，我们都是旅客，最美不过同行过。变幻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向夜空祈祷，如有神明。这流星划过天际，雨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命令妈咪。刚进城时从不听到，平安你在轰鸣，这心灵被一起撕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持续成长，等激素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以前的莽撞固执抵抗，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